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：如果你们爱我，就要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请求父，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，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爱我的人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，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并要在他那里安置我们的住所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话。你们所听到的话并不是我的，而是差遣我来的父的话。当我还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对你们讲了这些话，但是那护卫者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遣来的圣神，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，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。上主的圣言。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我跟你们分享这个主题，就是打开心门走出来。今天教会进驻圣神降临，也是教会的圣日，教会的开始。提到圣神，我们回顾一下，不是五旬节那个时候圣神才降临，之前你们看圣母玛利亚受到天使预报的时候，需要她怀孕生耶稣基督来，圣母那个时候很害怕很紧张，又不明白这个使命多大和重要，就是救人的灵魂。天使如何安慰圣母玛利亚呢？那个时候大概是14、15岁的姑娘。天使说：不要害怕，圣神要临于你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庇你。那个时候圣母在她的心里面受到一种鼓励， 一种鼓励，一种能力，圣母勇敢地答应了天主的邀请。轮到耶稣基督呢，你们看到耶稣基督跟圣母一起过30年在纳撒勒，耶稣30岁的时候就开始的使命。圣经告诉我们圣神做什么，那个时候
耶稣充满了圣神，还有圣神引导耶稣去哪里？去荒野，不是去一天，而是40天。去荒野做什么？就被考验，被试探。耶稣在荒野里受到各种各样的试探跟诱惑。耶稣用什么方式来超过这个诱惑魔鬼的狡猾呢？就耶稣以祈祷和看圣经。刚刚用两个例子，因圣神圣母打应了天主的召叫，放弃未来美满和渴望的目标，勇敢地面对种种的困难。因圣神耶稣愿意被考验被试探，让耶稣在使命和生命中坚定不移地信赖天主父。所以你们以为圣神降临就给耶稣给圣母很平安过生活吗？没有，圣神降临让耶稣跟圣母勇敢地接受这个使命，但是这个使命的终于怎么样？很大的价值就是救人的灵魂，给人的更的幸福。今天读经一四旬五旬节，圣神降临在门徒们身上。你们知道门徒们之前很害怕，虽然耶稣复活了显现给他们了，还有耶稣说愿你们平安，是我不要害怕，但是呢你们看门徒们也是很胆小，胆小还是胆小，害怕也是害怕，怕死也是怕死，就是门徒们这样的个性，这样的软弱，所以他们在生活的当中虽然知道耶稣复活了，但是他们还是躲起来，门就关着。你们想一想门徒们那个时候很忐忑不安的生命，他们怕犹太人的心超过他们热爱耶稣的心，虽然他们的心很渴望实行耶稣的使命，但是害怕镇压他们的渴望。想一想门徒们这样的生活快乐吗？一点不快乐。安全吗？就安全，但是不是那么快乐。但五旬节之后门徒们完全改变，很大胆出来，打开的门，以前一直关门，现在打开的门走出去宣讲福音。以前很沉默自己的信仰，现在那个宣讲福音不怕。所以五旬节给门徒们很大的转变。现在我们呢，我们的五旬节是什么？在读经二跟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现在第21世纪的
教会的五旬节是什么？我们每个人的五旬节是什么？圣保禄告诉我们，还要做天主所喜悦的事。我们想一想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没有做天主所喜悦的事，或是我们做我们的孩子所喜悦的事，或是我们做我们的朋友所喜悦的事，而愿意放弃我们原来做天主所喜悦的事，有没有想一想？比如放假来参与弥撒，哎，很多朋友可以跟我们讲，哎，你每个礼拜天都来弥撒就好了，这次嘛难得嘛，难得朋友在一起，去爬山吧。你一个礼拜不参加弥撒没关系的，天主会原谅你，哎，很好听，对不对？也很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嗯，听着呢，很有道理，嗯，也是不为难他们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们跟你一起去，嗯，很多的方面，社会的方面也是一样。现在的社会的价值观跟基督的价值观不一样，我们选择哪个？所有的选择都有代价。更清楚的，今天的福音，耶稣教导我们，爱要遵守他的命令，爱与遵守命令是一体两面，不能分开。但是耶稣知道爱与诫命可能有很大的考验，所以耶稣说什么？他会派遣圣神护卫者帮助我们，好像以前他帮助圣母玛利亚，帮助耶稣面对困难的时候可以超过这个困难。爱与遵守诫命是一体两面，不能分开。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位妈妈，她指责儿子，为儿子有一点不乖，有一点怎么样的。这位妈妈说，你说你很爱我，但是我教导呢你不听，还有顶嘴，还有骂我落后，还有跟我说你不懂事。那个孩子才是13岁，所以妈妈说，你才13岁还跟我说我不懂事。哎，就是一种我听这个妈妈的教导很有道理。爱与遵守耶稣的教导，这是目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五旬节。虽然我们认为不容易，很害怕，同时也被考验，我们祈求圣神来帮助我们勇敢地活出耶稣基督的爱与诫命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我们相信我们这样的活出来，一定面对很多的困难，一定面对很多的被侮辱，
甚至自己的家庭，父母孩子之间可能保持缄默。如果你们活出耶稣基督的诫命，甚至在你自己的工作上、岗位上，你勇敢地活出耶稣基督的爱与诫命的话，可能你的工作就没有了，或是老板对你不太好，同事也对你不是以前那么热情了，因为你的价值观跟他不一样。这就是我们的无旬节，祈求圣神帮助我们。我也是一样，我也需要在我的生活当中、修道的生活当中也无旬节。我有自己的软弱，如果我违反耶稣的教导、违反修黑的教导，虽然我外在有一点安全、有一点平安，但是我的良心不平安。祈求圣神帮助我们，也帮助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勇敢地走出来、活出来耶稣基督的面貌。